妈妈，你这次买到什么好玩的呀？嘿，这个呀是摇奖机。太好了，妈妈，我最喜欢摇奖机了。对，妈妈，我也想玩。好，如果你们想玩的话，那好呀。那你们告诉我，在学校呀有没有乖乖听话呀？妈妈，我乖乖听话啦。妈，我也乖乖听话啦。妈妈，我为你唱一首歌，你可以把这个摇奖机送给我吗？妈妈，我也想为你唱一首歌，你可以送给我吗？那好吧，只要你们两个谁唱的好听，我就可以把这个摇奖机送给他。我先唱，我的好妈妈，下班回到家，劳动了一天，多么辛苦呀。我的佩奇唱的真好听，到我了，我的妈妈已经3天没有打我了，我感到自己都要飘了。妈妈，我也唱完了。哎呦，我说乔治，你这是唱的什么歌呀？这次呀，我要决定送给佩奇。不，我不服。乔治，你还不服？那我们来评一评理，到底是乔治唱的好听，还是佩奇唱的好听呀？